我们现在呢，刚刚如果你这样叫进来的时候啊，这边有几个，如果你那个顺序要做调整，比如说我再加一个进来，再加其他的那个内容进来，在这里，如果我要再加一个气象预报，你可以丢进来。那如果刚有同学就是老师遇到说丢不进来的，没关系，你就用标准的方法从这边有没有从这边去选。那我现在进来之后呢，这个图层顺序。这个图层顺序就是在下面这里，有没有在这边？所以如果你觉得哎，气温这一张我想要往下，你就按着它往下拉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它有变黑黑的那一条线，就是它现在新的位置，好，新的那个顺序，这样你了解了。所以如果说以现在来讲，我拉过来是会挡到我，那我当然要把它放在我的视讯的这个下面，这样我的有没有在我后面的？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区别很重要嘛，好，区别很重要的，这样来播报气象，你不就跟那个一样的吗？对吧？所以不要客气，把握机会哈、哦，练习不是每天都有的嘛。那刚刚有讲的这个有讲桌，其实老师刚刚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我都有帮你做影子呢，倒影有看到哈、哦，我都有给做哦，这样看起来比较逼真一点。哎，所以你要这个，我就把它丢进来。好，这个好了，等一下放好。所以你就找看看那是哪一个哈，把它放好。人要放好，大小你可以调好。如果觉得这样不够，我就站高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反正它挡在我前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人小一点，那个比例要对啦。好，那个比例要对，这样子我们播报起来也比较轻松嘛。啊，后面这个有一点曝光的，我们就把它拉过来一点。真的不行的，怎么办？我偷偷做一件事情好吗？画面裁切一下，有没有？画面裁切一下，我要哪一个按键？我有按一个 Alt，就键 Alt 按着，我在。如果你没有按的话，本来脱衣这个是缩放。对，这八个点是做缩放，但是我按住 Alt，它就变成裁切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到，老师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颜色这一边的颜色不一样，表示说这边是有裁切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多做其他的边，你看哦，颜色就会变红色，是不是变成绿色？我把它拉回去，有没有变回来了？所以你这样会比较清楚，好，比较清楚。这样 O 不 OK？可以的，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很重要还没讲呢。怎么去背啊？你不能看我每次进来都好的就好了，你进来不会好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那个同学叫进来，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同学演完了，他就从此消失了，因为那是一段影片，所以播一次之后就不会再继续播。那这边呢，请你在这个上面哈，就是你那一段影片上面按右键，有没有叫属性？当然你可以点两下也可以。好，点两下，直接滑鼠两下也 OK，因为呢，预设是不循环播放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如果勾循环播放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它播完了会重来一次，但是因为现在被挡住了，所以我把它往上拉，有没有看到同学就在我后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重点来了，怎么样把它后面的这个蓝色的幕把它去掉？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按右键哈，就是在影片的上面按右键，这里有一个叫滤镜。其实它的概念跟我们真正用一般的那个剪辑软体是一模一样啊，哦，只不过现在是即时的，而不是透过我们讲的后置来完成。那你按下这个滤镜之后呢，你会看到在这边下面有一个叫特效滤镜这个。好，我们来这里加号。这个加号，你把它按一下。那这边呢，一般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搞错的哈、哦。我们用的叫色度键，因为有一个色彩键跟它很像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哦，不是色彩键哦，哈、哦，不要弄错了。我们用色度键，所以你找到色度键之后加进来。这个时候他问你那个滤镜名称没有关系，你按确定就好。有没有发现？这边他就问你，你的荧幕，
你后面那个木是蓝色、绿色，因为我们一般标准呢会用蓝木或绿木，因为荧光蓝或荧光绿在我们人的身上是比较没有的，拍东西就不见得适合哦，但是拍人适合，这样你了解了哈、哦。拍人的话，所以你只要衣服不穿这两种颜色就好了嘛。哎，那我现在是蓝木，一按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这样看，这边是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。可是呢，你会发现说，哇，怎么好像效果没有很好，对不对？不能因为这个月是那个就这样嘛。好、哦，所以这里有需要做调整，怎么调？就是这三个，这三个，记得顺序由上往下调，你不要从下面调回来，这样没有用。好、哦，因为这样颠倒哈、哦，你要从由上往下调，先把相似地先解决掉。它去太多，我这样收回来，有没有去少一点？对不对？好，你先决定好我要去的到底是多还是少。那如果还差一点的，我再多。但是你弄太少，是不是就去太少？所以你要自己先抉择一下。那再来旁边这边不是会有一点毛毛的吗？就是它后面那个没有去得很干净的话，就用这个平滑度，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或者是你这个再调一下。当你拉越右边，是那个蓝色的就越来越少。但是你要看的是整体哦，你不要只看某一个画面哦，啊，因为我们是动画嘛，对不对？是影片。再来呢，这个溢出就是你的颜色要比较淡一点，有没有发现变黑白了？还是你要比较接近你原来的颜色？好，这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地方稍微调整。那么你这边调完了之后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右手左手边这里有没有发现已经自动完成了？这样有感觉了吗？好了之后就按确定哦，那这样他们就可以跟我一起演出了。只是桌子不够厚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进来其实这里有弄太多，因为其实他穿的这个灰色的衣服啊，灰色的衣服事实上是有一点点蓝，灰，它虽然是灰色，可是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蓝，所以这样也会变得有点半透明，这样您了解了哈，哎，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今天要穿这个？因为我很明显跟他不一样 这样就不会留太多，或者用绿幕这个颜色的也 OK。好，所以您要先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就很没有问题了。有没有发现这两位同学都演不累？因为我们刚刚有播了重复嘛，这样 OK，交给各位喽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栏目到你家喽。好，我们外面还有一个，所以这个我要把我的幕后花絮公开咯，这里有挖洞哦。